啊，好小，不能见啦。今天是8月31号，今天晚上要举办婚事。我很久没有办现场的，我有说下午这个时段要烤肉，所以待会我就会带着粉丝跟我们太子会的人一起去买一些烤肉用品。那就好好看一下今天的一个 vlog 吧。我们要出门去采买了，采买组了 ，OK， 出发。哇，一次出动三台，是不是又在第二波普渡啊？完蛋了！啊好哦哦！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哇，这是鱼吗？我过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下一波。大家都有吃到哦，不错，好吃吗？OK， 吃光了。不，妹妹好吃吗？我只能吃生的。怎么那么可怜？越来越多人了，塞爆了啦！你看。怎么突然那么多人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哦，鱼啦，有鱼耶，好棒哦，好香哦！怎么第一现场都会有你啊？因为靠近我就不会有我。